我这个是浇头最多的吗？你那是浇头最多的。来来，再拨一点浇头给你。啊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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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给我吃不了。好有嚼劲儿劲道，好吃。你们要点辣吗？啊，我要一点。那他自己做的。我也来一点吧。我也来一点吧。妹妹。哎。哦，这是米线爬是不是？这是米线爬。妹妹，你也来坐一会儿，妹妹。它这个辣椒还是有点辣，自己做有点香。要少放一点。你是不是吃不了了？这个怕辣，帮我换一个碗可以吗，妹妹？可以。你吃点这个。妹妹，但是我确实要跟你说，你加辣椒，真辣，真辣，真的。不一样，没那么辣。你早说，我刚才㧟了很大一勺。我也这么一小勺都呛了。你看我这碗是红的，真辣，看上去没那么辣，真辣。 但是涛哥，你吃四川人，不，他今天嗓子有点不舒服，咳嗽，不是每个四川人都会打麻将或者吃辣椒的呀。哎，我跟你们讲了吗？我跟涛哥认识的时候是不吃火锅，我当年跟他一起吃火锅，谈恋爱的时候，我不吃火锅，他不吃火锅，你不吃火锅啊？从小没吃过。他在火锅店吃了一碗蛋炒饭，然后就趴在那睡觉了，我一个人在吃。 那谈恋爱的时候，他就在那睡了。对，特别无聊。我跟他吃饭，因为我不吃火锅，他吃火锅，吃一个小时，我觉得很痛苦，我就只能。那都是人家照顾你了，换我跟我老婆吃火锅都2个小时起。我实在参与不了，我就在这等着，就睡着了。真行。那个什么，咋了？我吃饱了，你们也差不多了吧？还行。咱们这样啊，我现在呢。 涛哥，我把小姐还给你，然后咱们接下来呢，咱们我跟他们仨一块儿。这么不想跟少刚老师在一起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为什么突然这么想呢？为什么？你让人家夫妻两个来这儿走走转转，好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也可以难得夫妻两个，是呀，难得夫妻俩来，你们两个去旅会游，我们去找找他们，行行不？行行，走，姐，走了，付钱，什么走了？付钱，我付钱，我付钱。 等会儿我先加一下你们家WiFi啊，我们家信号不太好。不是，华少是这整个信号都不好，慢生活嘛，他的都很慢。看看这个，感觉好治愈啊。对，人偶尔是要到大自然里边走走的，是很舒服的。这有点走那个。 皮尔普独木桥的感觉。哦，你看那钓鱼的，那是当地的老爷爷吧？哎，你看他们好自由啊，那小女孩。对啊，直接就可以下水了。啊！哇，这个水也太大了吧！哇！ 杭州十大最美古树，太震撼了，真的。我觉得好漂亮啊！我们可以自拍一张，520。 凉快哈、啊，凉快，好多小鱼苗。小青儿，小青儿，哎，去哪儿啊？去哪儿？听不见。我们去看那边的画家。那些吗？啊。